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江明清。郑老师呢，今天有事情，我来帮他代班。郑老师的风格很难模仿，因为郑老师啊，他是一个草根性极强的人，而且呢，直来直往啊，他都是直球对决，不像我们这种胆子不够大的，对吧？拐弯抹角、急弯曲直、弯道超车。郑老师的特质就是赞啊，那个。 直来直往的个性，让人觉得非常的爽快啊！他有点像这个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 Diogenes 啊，不论是君王啊、王侯将相，他都不看在眼里啊。各位知道这几天呢、啊，尤其今天最开心就是看见冬天的阳光了，是不是啊？这个有一次啊，Diogenes 他都睡在这个啊、呃、这个木桶里面啊。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睡的桶子叫木橡木桶，那是酒鬼。Diogenes 哲学家，他睡在木桶里面。那个亚历山大听说这一位哲人呢、啊，不会权贵，讲话直来直往，而且不会有哲学的，所以呢，要去征伐之前就带领大军到 Diogenes 啊这个木桶晒太阳的地方，就问他说：“Diogenes 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的吗？哇，这个展现出君王君临天下的特质。但君临时呢，眼睛连张都没有张一眼，就跟他讲说，就有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哦。这个 awesome 啊，这个确实，如果一个人能够到这样的地步，那我认为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欲则刚啊。这个特质在春吉老师身上可以看得到啊，阳光阳光真的是。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出自于一位哲学家犬儒主义的奉行者之口啊，脍炙人口数千年各位可以发现，这个历历来历代的君王啊，不知反己；王侯将相也不知反己，富商巨贾那个字不要念假啊，富商巨贾不知反己。但留下来的是 Diogenes，在冬天的时候，对着亚历山大大帝说：“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你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岁寒有三友啊，梅竹兰不是不是这个老梗，岁寒有三友就是有酒有肉有朋友，就是不要有酒肉朋友啊。<laughs> 对对，这个开玩笑了啊，这个过年嘛啊，那冬天冬来春不远，所以春祈老师的春祈就是春天来了，一切都很健康。If spring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啊，所以看到今天的东阳啊，这个想起一九二六年海明威的名著啊，这个太阳依旧升起，妾似朝阳又照君。这个妾不是那个啊、呃、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太太，妾是过去啊、呃、两种用法，有一种用法之一是过去女性对自己的谦称啊，很谦虚的说法，妾似朝阳。 又照君啊，就小女子我啊，愿意像冬天的阳光，要不断的照亮我的爱人呐、啊，啊，我的这个郎君啊。这是这个很文雅、很典雅的说法啊。所以各位听到那个意大利有一首民歌叫《我的太阳》，Oh，solo mio、哦、啊。那今天如果有机会听到这首歌，应该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好，我顺便考各位一下，哪一位这个小说家人物当中的人物最喜欢唱《Oh，solo mio》？ 不是男高音，不是 p a v a o t t 也不是世界男高音，都不是。哎，那是哪一位呢？也不是 p u c c i t i 听说啊，是朱丽叶。为什么呢？啊，因为他说：“我说罗密欧。哦，哦，Oh So r o m 每天从他一开始对罗密欧开始产生情愫以来，他日以继夜，无时不刻都在思念哦，h、oh, So r o m e 很冷，我知道。 太太阳出来了，加点冷气还不坏。好，那其实太阳依旧升起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不论政治情况如何啊，在座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要让自己的身心灵保持在很好的状态啊。就是从海明威在啊这个切似“切次朝阳又照君”，也就是所谓的啊“明日太阳依旧升起”这部小说当中所说的，他所写的不是那个年代所谓的失落迷惘的一代。 一九二六年，二六年左右啊，正当这个一战的前夕啊，所以整个经济大萧条、不景气已经来临啊，看不到未来的前景。他、啊、海明威说，他不是他不是要写的迷惘的一代跟迷失的一代，而是在这种啊人生的困顿乖舛的命运当中，还依然看到一丝希望。这个很像王尔德啊啊留下给我们的名言，他说：“有人同样在沟槽里面。” 啊，在这个呃，跌到这个沟槽里面，有人只看到黑暗，但是有些人依然遥望星辰啊，心中存有善念，存有正念，存有希望，他总是在生命当中能够咀嚼到最好的美好啊。所以一开始呢，跟观众朋友相互的勉励啊，今天有阳光出来了，不论我们是不是朱丽叶，没关系，我们的 Oso Romeo 啊，让自己心中满满的阳光都是。 但是回归到政治，我们看一下，政治是很现实的。未来不到一个月啊，我们国家就要选出新的总统啊。不论这些新的总统的性别是女的，是男的，他总会他总是要有一个人出来，他不会不男不女，你只能选一个男的或者女的啊。现在就是这样子，两种性别你只能选一个啊。那他总是会出现的，可是。 这个选举过程当中，确实令人觉得是有荒谬之处啊！如果用春吉老师的话来讲，这这这，这是公务情奏嘛呵呵？对啊，执政者他现在是零抛组，可是执政成绩真的好吗？哦、啊，最近看到一些选举当中令人不可思议的，而且是违完全违反民主的做法，例如啊，在我自己的故乡桃园看到这个郑宝清委员呢，啊，他把这个万美玲、吴思华跟岳玉兰画上等号。 这个很奇怪啊，这个不太恰当，而且民进党现在打的是下架吴思怀啊，我想了，这个吴思怀将军不论各位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啊，但是有这么多人要下架吴思怀，我觉得显示几个特质：第一，吴思淮将军呢一辈子从军的哈。 他应该是没有机会碰到这么好的霍康的待遇，有这么多人要下载给他，我相信呢，他应该是坚守一期一夫制了哈。这么多人要下载给他，女的他受不了，男的他更受不了啊！而且你要下载给我，应该是不是免的吧？啊，免的吧？啊，你要知道那个唐朝的元稹离思啊，就要离开一个人的思想离思啊啊离思就离开你的时候的思念离思第第四写的，各位都念过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啊！取次就是经过花丛，就是这个百花齐放啊啊！这个很多的漂亮的啊，这个女女性或者是各种名利的诱惑。这一位元稹他说他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啊！他因为他心有所属，而且他自己的修行很够，所以呢。 懒回顾啊，那我想吴思尔将军也是，他一辈子戎马生活在军旅里面啊打转。我这里不是要帮他做广告，我就突然间他一辈子这一次好不容易有一次有一个不分区要请他去做服务，那么那么多人要下架给他哦、啊，那应该他吓了一跳吧？怎么突然间行情变那么好啊？做一个利润没什么了不起，坦白讲了，哎，你不一样，雕花宾馆，你不会玩太多街，就整条街都是了、啊。 啊，多一个少一个有差别吗？啊，有差别吗？但突然间大家都这个，特别是这民进党一定要下架吴思怀，就令人不可思议。不过下架吴思怀的议题是假议题了啊！当然这是因为吴思怀代表的是军工教朋友，所以这等于是再一次的啊，透过吴思怀的方式去污名化军工教，同时要说吴思怀呢啊跟中国大陆呢非常的好，而且教他们怎么样去防御啊，美军，他是一个统派的人物。 你奇怪了，中华民国宪法又还没修改啊！宪法是保障人民言论的自由。大法官解释，记住哦，六百四十四号说什么呢？你你在言论上、在思想上主张统一或者主张独立，都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范畴。只要你在行动上或者具体作为上没有出卖国家的这个这个具体的作为或者颠覆国家的做法，例如你准备很多枪支或者出卖国家很多情报给敌对对方。 你只是主张你的想法，在政治光谱上，从极左到极统，他都叫言论自由。大法官认证的，你把他拜托了。所以吴世伟不论讲什么话，坦白说，就是他个人的言论自由。那你把他打成说他是万恶不赦之徒，还跟万美玲，还跟这个岳兰画上等号，这個、有点扯了啊、哦！我觉得是有点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刑不上大夫，罪不及妻奴啊、哦。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阿扁，呃，认证过的有这么多的刑案在身，那他的儿子为什么可以选市议员，可以选上？那他的女儿也在开这个牙医诊所，也没有问题啊。哦，那蔡英文的父亲、蔡英文的妈妈都已经往生了，都当在天上当仙人了，难道他们的名声特别响亮吗？哦、就讲这个意义不大。就因为在民主政治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你就针对这个人，啊，不要东扯西扯。 你喜欢吴思怀就投他，不喜欢就不要投他；啊，喜欢万美玲投他，不喜欢就不要投他。把他们整个扯在一起，第一个性别不对，第二个长相也不对，第三年纪也不对，第四完全违反民主进步的精神啊！这个这一次很奇怪的现象是，民进党所有人就变成圣人了。你看，从总统以降到所有立法候选人，哇，就每一个人都毫无瑕疵，都没有错误啊、哦！这个仿佛是金钟罩铁布衫。这国民党每一个候选人都好像。 哎，丧家之犬一样啊！从这个呃总统候选人到立委候选人，到不分区，都被人家定、啊。党中央也束手无策，现在也没有完整的说法啊。这个党主席自己也自顾不暇。也许这是一个气势、啊、这是一个气势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就，就这气势不一样啊。有一边比较强，就讲什么都对；有一边讲什么都错啊。那事实上，如果从宪法的权利来看，每一个单一的个人都应该被尊重，to treat。 Each one as a human being，把每一个人都当做人，真正的人，给他有完整的人权，应该有的人身保护跟言论自由。宪法他所给予他的权利，只要他没有被褫夺公权，他都应该享有，不是吗？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因为选举，祖宗八代挖出来，然后呢，把每一个人的人格都要给人家抹黑啊，这个无私外等于谁？这是最恶劣的一种做法啊！我认为，我认为。 尤其你现在执政党是领跑的地位，手中握有那么多资源，你号称是民主进步，这样看起来是完全民主退步。但是吊诡或者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现在民意支持度啊，那么如果联合报做的没有错的话啊，这个我们现在总统总统啊，这个蔡英文小姐，她的民意支持度呢啊，从这个过去的呃低，现在变成高，呃从。 满意度呢？从过去的二零一九年、二零一八年的两成多，到现在已经翻到三成八，快要翻四成，一直往路往上攀，这个攀升啊、哦呃，对他最满意的，竟然是年金改革啊、反送中这个保护主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同性婚姻啊。这个我们国家的民众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不重要，这也许就是台湾的命运啊。台湾的命运，就是现在蔡英文也下令啊。 这两天说十二月三十一号反渗透一定要过啊反渗透法一定要过，就是要把台湾所有的匪谍通通肃清。过去民进党在批评国民党的事情，现在民进党通通在做啊。那同样的，今天早上我们在看到一则新闻，说陈一民就国民党的陈一民，以前是这个高一的副校长啊，陈一民啊，一民兄。 其实做过很多专业的研究啊，包括像艾滋病的防范啊，或者相关的医学研究，都做得非常的精湛啊。但但,但是他从白色巨塔跑到了剧群群贤楼以后，在适应上显然很多地方四年还不够啊，啊所以他拨了一下这个保六的女警，这个动作当然是不适当的。可是你对照一下，这完全不成比例嘛？这民进党请国请城的力量去打他啊，那国民党这几年也打他，你对照一下太阳花好不好？ 太阳花学院占领立法院跟占领公署破坏一个月，同时这个跟警察对阵的对打的警察受伤不计其数，结局怎么样？结局是警察嘿要判国赔，警察要道歉，警察呢还要赔偿，通过国家的方式来赔偿。陈一敏是单一个案，对女警当然我觉得了啊，这个确实有待商商榷。可是对了，太阳花。 这个大规模激进呢？啊，这个颠覆的行动激进，我没有说他是啊。这个一在一般正常人手中看起来，在民主国家这样做法是很少见的。那对抗警察，那最后是警察书被判被法院判刑，说要国赔。那反过来，陈一民是为了苏启成，为了对外交部进一步去执询，然后也同样跟女警之间有若干这个不符合常规的做法。 那现在陈以民要道歉，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laughs> 对啊，也就是说，无论民进党做什么都是对的啊，这个不是民进党做的，大概都是有待商榷的。这就是选举嘛，啊，选到这个地步，你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有是非吗？啊，看起来这要有是非的可能性极低了，难怪难怪任我行啊啊，东方不败的这个对手任我行才会说，公道不在人心。 功败不造人心啊！真的，当这个令狐冲啊，哦、啊，要跑到这个西湖底下，因为那个任我行啊，被两只琵琶钩穿住啊，他整个罩门跟功力无法施展出来啊。令狐冲把他救出来，然后任我行就很感叹感叹，说他提拔的这一群人到最后都背叛他啊，包括他最喜欢的这个啊、呃、这个弟子也都背叛他啊。 然后，呃，不顺从东方不败的，被杀了杀，被逃了逃，被亡的亡啊，啊人很感慨。令武松就给他讲说，这个公道自在人心啊，任我行了就非常愤愤不平的说公道不在人心，公道怎么会在人心呢？是非在于实力啊，这个听讲当然有点回到丛林法则的味道，可是放在今天的台湾，不就是如此吗？不就是如此吗？啊？ 那各位要投给谁，其实都是各位的自由新政，都 OK 的啊。现在改变局局势跟情况的可能性几率，不是说没有，但极低啊。一旦趋势形成以后，要瞬间改变那个可能性极低了啊。但是大家大概就是心里要准备，选举的选到这个节骨眼应该已经选完了啦，已经选完了啊，只是要结果好看还是不太好看而已。那我没有讲哪一个人会得胜，各位自己心里。 也是做自由新政吧，我想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刚刚说过，那个选举的恶值是把单一的单独个人、独立的个体去等同每另外一个人，而抹黑吴思怀的目的是为了选举啊，认为他就是一个稻草人，可怕的通匪的啊，那制造一个反差，然后再把谁贴上去给他啊，那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用这种方式去对付在野党。 那媒体如果也跟进，那真的是太可笑了啊！我们也很少看到说这个媒体在监督在野党而没有监督执政党的，但是现在情况好像都是如此，那个是非都颠倒过来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最近呢啊,啊，这蔡英文到高雄去猛打高雄，要踩要韩国瑜的地盘，那他提出了大南方大发展的计划啊啊他。 公开的允诺说，未来每一年要编列新台币四兆四个万亿了啊，不是四个五万亿，是四万亿啊。四万亿的意思就是四兆新台币，每一年未来每一年编列四兆新台币来加速台湾的发展，而其中有一半都会放在南南部地方。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回答我啊！ 你知道我们中华民国一年的税出税入有多少吗？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我跟各位报告，二零一九年今年呢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我们税入税出打平啊，税出税入都是二点一兆，在骗笑也不扣零了，中间一定会有落差，但是数字做的漂亮。二十二年来，二十二年来第一次，我们国家的总预算跟总支出的预算呢是都是二点一兆。 一个国家今年收入二点一兆，当然还包括税务啦、举债等等，都加在啷不啷啷加在一起二点一兆。啊，里跟我讲，为明年开始，你每一年要变四条，逐年四条，你一年才收两条，一一亿二点一兆，支出也是二点一兆，就到无啊。 他你个开多少大瓶是龟苓，吃龟苓膏。你话讲一年要分四条，你要多生钱出来了？你是明朝迄个新满山为聚宝盆呢？还是安怎？无可能嘛，这款定是假啊。政府的财政预算是量出为入，这我懂，我念过财政学。个人的支出呢，个人是量入为出啊，这、就是个人理财。国家财政是量出为入。 但是以目前中华民国的税基，你看紧绷都是两点一兆，你每年要编四兆做大发展，国家总预算的支出支入都二点一兆，都已经打平，都吃龟苓膏了，你的四兆从哪里来？这不是空头支票是什么？台们老老百姓还是买单呢、啊？我们这边安怎？他没供了啊、哦！一声长叹，只能这样的而已啊！一声长叹。 这个人的一生仿佛一声叹息啊，一声叹息。但不论怎么样，太阳依旧升起。切似朝衣又照君啊，这个朱丽叶最喜欢的歌来了哦。Oh, 说了没有？休息一下，等下回来，跟继续做讨论。谢谢。总统以及立委选举，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 快乐心情吗？如如果你要看的话，我会觉得存在。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呃，蔡总统从执政以来到现在，他做了什么？这个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改变，但是是人心在改变。嗯、<唉 S 1> 让您全家更健康，人生更美好。活动优惠中：零八零零六七八九九五，零八零零六七八九九五。我们 <唉 S 2> 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呢，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新竹好远哦！不会啊，下郊游到十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天堂陵园，零八零九零九五五九九，99, 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浓浓裤袜，感谢支持。三十八年来，我们持续成长。今年冬天，让浓浓裤袜温暖您的心。N O N N O 浓浓。大家好，我是张曼娟。透过聆听诗词歌赋中的智慧哲理，<laughs> 让你我理解人生。张曼娟读诗小学堂，更能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张曼娟老师读诗小学堂。<laughs> 二零一九全新制作，五十首唐诗六 CD 有声书四九九元，请上好物市集选购，或搜寻滋滋线,线上听，上网学习。新闻随时听，资讯随时新，三十分钟掌握世界。中广新闻网。News Radio。 中广论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江明清。啊、呃，今天来跟帮大家代班一下，郑老师的功力一流，呵呵我今天是替代役。好，那我们看到刚,刚提到说，选举其实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做结束了。那选民思维不太在乎啊、呃，这个政策的好坏，谁执政会怎么样，或者谁在立法院多数会怎么样？ 这些事物现在都不是选民关心的重点了啊,啊！如果从民主制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几乎都陷入一种这个选举当中集体催眠的迷思啊啊！这个多数的人好像那个羊群一样啊，像小孩一样被那个 piper 吹笛吹笛者啊，就带着走，就带风向带着走。那我觉得对于民主政治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啊！民主政治就是每个人有独立自己的想法跟思考啊，那多方面判断之后做出最。 理性的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是，不论是基于个人利益，还是基于整体的公共利益啊，这一票投下去，它才有具体的影响。那如果这样的人越多，汇集成流，集蚁成啊求杀，急沙聚沙成塔，那民主政治的根基才会稳固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式都是用抹黑的方式，或者是贴标签的方式啊。十二月三十一号啊，这个蔡总统说反渗透法是一定要通过的。 在民主政治当中的制衡啊，分权，它的道理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至少要能够独立的运作。但是从二零一六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立立法院似乎都变成立法局啊，尤其是反渗透法。 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啊，这个行政院自己有版本啊，因为是行政院执行的。以前过去的案例是行政院自己要版本，那这一次呢，行政院没有版本，完全都依照依照民进党党团所提出的版本来进行表决啊。那当然，以现在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多数，应该轻易过关没有问题了。那国民党的战力似乎也不够，所以应该也不会有任何的阻挡措施。但是问题是。 当一个国家开始进入准警察时代，以国安为名却进入准警察时代、思想审查的时代，你认为我们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进步还是退步呢？还是退步呢？而立法部门啊，完全对于行政部门没有任何制衡的力量。那这样的民主政治，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它就是专制跟独裁啊，这是一个事实。 我没有批判说是哪一个政党如此，任何政党只要这样做，那、啊、跟独裁的本质是没有两样的。我们所设计的民主政治的分权与制衡，在这里完全产生不了作用，产生不了作用。那因为政府有雄厚的资源，所以呢，在媒体上，或者是在行销上，或者在广告上，或者在催眠上，或者在话语权、发言权上面，都能够居于领先的地位。 所以你看，现在啊，蔡总统民调升起来，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年金改革啊，另外一个是护主权，第三个呢是赞成同婚啊，这三个很重要的推力在推动他这个民意支持度向上攀升。可是各位回想一下，我们的四年来有过得比以前更好吗？啊，也许有些人有了啊，台湾的钞票是多了，整体的水位是多了，但是分配正义分配的问题。 依然不均，依然不均啊！这个景气有多坏呢？你只要看永福楼倒了，不会再起来，现在转租给别人啊！但是它降价降了很多。那东华南路、东华北路跟中华东路交口附带附近一带的商圈和店面，过去都是抢手的店面，那现在呢？啊，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景气最近好不好？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复复兴航空倒了以后呢，现在是远航啊，也也倒了。 啊，那远航为什么会倒呢？原因很多了啊，是不是远航的呃、啊，这个它的组织规模太胖呢？因为远航简称叫 FAT 哈、啊、，Far East Airlines 啊，当然不是内内情啊啊，别人怎么样去看我不清楚，但财务出了问题这倒是一个事实啊，它机龄老旧，还有它两岸的航线，因为两岸的政策急动，而它又没有什么赚钱的热门航线。 所以零零中中加起来，当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这两天急转直下啊啊！问题发生的第一天，我自己啊啊写下了评论啊，我认为说，如果他是按照市场机制，那应该他就必须要找银行纾困啊，拿抵押品。如果没有，他可能就会倒。反过来说，如果现在因为在选举前啊，这现在评论开始有人出来跟我的想法很像，但之前大家在猜来猜去，猜来猜去。 可是我说我自己的看法，不成熟的看法是认为，如果政治力介入，有人希望他至少撑到一月十一号，啊，或者其他这个现在执政党的委员介入或者高层介入，那这个政府的态度，民航局跟交通部就会不一样。那、啊、果然是不一样啊！以这样的接激进呢、啊，这个临时取消航班、结束营业的宣宣言，他几乎就是诈骗集团。那那个。 处罚怎么只有三百万几百万啊？那、呃、现在呢？本来说停发他的营业执照，后来说要给他一个机会。那林建荣现在又讲说要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审查啊，他这个啊继续营运的权利。讲这些意义都不大啊，这都这都都是政治语言。可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远航他暂时还不会死。我们当然不希望远航这个时候就死掉了，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就是垮掉了，因为他所涉及到了。 一两千个人的员工，还有那么多的家庭，在年关将近之时，其实生计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啊。那不论中间是不是透过一些政治力的介入，基本上复杂的痕迹斑斑可见啊，斑斑可见啊、呃。张贤要出来爆料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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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爆料都不够劲爆。 我认为啊，因为你没有资料，只是你猜想而已。你猜想，你知道看看民进党怎么打选战，人家根本不理你，人家根本不理你啊！你讲什么，你都是朝打空城即墨回啊，即墨回。这个反过来说，如果是民进党对国民党的话，那就很厉害了。你只要看看陈一鸣这个动作被打成怎么样，你就知道。还有张汉正说，这个蔡宗龙因为自己没有小孩，所以不懂得做父母亲的痛，哇，被打得乱七八糟的。张汉正说错话了吗？ 他可能在言语上做修饰啊，与词汇上不够，他智慧是还可以啊。那他们说错话，某种程度上是对，也不对啊。那不对的就是，台湾有很多年年轻人，或者很多呃家庭，或者很多个人，他选择不要下一代，他只要独善其身，把自己照顾好，往上照顾好，对社会照顾好，就尽到自己的义务，这是他自己的权利。 所以你讲话不能对于这种属于没有子女的下一代，有时候是因为啊、呃、不可抗拒的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不能带着嘲弄或者是嘲笑或者是啊、呃、责难的眼光，这这个态度是要有的。可是蔡龙龙没有子女，这是一个事实。那那就看张三正怎么去说。大家说了以后呢，被群起而攻之，那不用讲了，那当然就是很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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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是相对之下。 这两天你看到啊、呃，有一位这个网红跟蔡总统哎哎一起拍一个这个好像合体和同框，然后被大陆停掉他的一些相关的商演的问题。哇，这蔡总统早上跟昨天都说话了，希望大陆方面、中国方面呢，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啊。他说的也没有错，但问题他自己有没有做到？当然没有啊。我们的国家可以政治归政治，香烟归香烟吗？也没有啊。我们的政治跟香烟都混在一起啊不是吗？啊。 国安归国安，感冒糖浆归感冒糖浆，可以吗？啊，应该可以。但是我们这边国安感冒糖浆、国安跟香烟我混在一起，你有分开吗？你也没有分开啊。好、啊，对啊。那你所有的年金改革，你也是一样啊。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案例类型，那我们的执政党现在也是一样啊，认为你就你就是比较支持啊、呃、蓝领的，或者比较倾向支持跟你颜色不一样的。 那蔡总统说，过去国军呢、啊，啊、呃，跟民进党比较不熟，这几年比较熟了。你讲这就是您自立自立门户、划地自限了嘛？啊，不是吗？作为国家的总统，你怎么可以说国军或者是军工教跟哪一个政党比较熟呢？这个格局完全不对，这表示党同伐异，对蔡总统跟执政团队来说都认为理所当然。只要跟我不一样的，都是死了活该，不是吗？我讲这句话讲的很严重。 可是我们很多同仁啊，退休的朋友们，如果他没有再找到生活当中其他的收入来源，只靠一份被砍掉的军工教的退休金，如果他的年资念博士念的比较晚，我们有些朋友还念了三十六岁、七岁、三十八岁才毕业，因为念了很久啊。像让正大那个已经过世的孙本初孙老师，他念了八年呢，啊，快十年了啊。我念两年十个月，他念八年十年，因为他读书读的还非常的精进。 他很晚的进到学校教书，啊，年纪又比我长，那他退休被砍了以后，砍到已经超过四成嘛。心想事成是他的薪水心想砍掉只剩四成啊，砍掉四成他如果还活着的话，那要怎么过日子啊？很难过日子。他会喜欢买书。那我们还有一些长辈们，一辈子住在公家宿舍，退休就觉得说，爱来买一个房子，买一个宿，买一个宿舍以外的公寓能够栖身。啊，突然间砍掉以后。 那完全叫不出来，可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你活该，谁叫你要买房子？你没有子女吗？啊，讲这话都不应该了，啊，都不应该，因为你国家答应给人家的承诺，哪有溯及既往的？你应该是从新任公务人员开始进来签契约那一刹那，那才开始履行嘛。但讲这有用吗？没有用啊，啊。 你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其次就是少，你连提视线都没有用。那一般的公务员提视线也被打回票，都打枪，都什么复义啦、呃、审议啦、啊审议啦都没有用，通通打回票，啊就不理你。嗯，那现在呢，考试委员又精简了，将来出题的方式，找出题命题老师在同样的纯化 （purified，purified） Pur 啊，为了这个国家的走向是令人担心的啊，令人担心的。 股市融景维持在一万多点，很多经济学员觉得说有啊，股票要上一万点很多啊啊，但是股票上一万多点真正的推力是台积电，它不断的创新高，从去年两百多到今年三百三十几，到今天早上为止百分之七十八点五以上都在外资手中，也就是说买台积电，除非它是假外资，以目前看起来真外资的情况，将近八成都在外资手中，台湾民众没有赚到什么钱呐、啊。 真的，除非你买台积电，大量的买，你才能够赚到钱啊，否则一般民众根本赚不到钱。上万点快丢，价别丢啊！所以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悲观的啊。但是悲观也要活下去啊，要、啊、不然怎么办？<laughs> 对啊，人死如灯灭啊，你死了以后，没有人会同情你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等一下休息回来跟继续各位谈我们未来如何去自处。 让自己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就息要带回来，谢谢。总统以及立委选举，每个人都需要声音的陪伴。好物市集新上架，山境莫扎特原木蓝牙音箱收音机，胡桃木音箱，原木手感，金属质感，复刻工艺，经典之作，低频优化设计，FM 调频，蓝牙4.1无线播放音乐。好物市集经典发售。 山境莫扎特原木蓝牙音箱收音机两千五百元零二二三六二一九六八。如果莫扎特在世，应该也会。莫扎特。二零二零准备去哪里玩呢？当然是台东啊！怎么玩？台东有十大必玩景点或活动，热气球、冲浪、赏星光不能错过。 现在去资本泡温泉，元旦三仙台看曙光。我想吃美食呢。有十大美食传的蛋、东河包子世家、时尚米、岛灰、V 台吧、仔力店、夹告搞四套套哦。二零二零台东爱你哦。以上为台东县政府广告。吃饱洗澡这么稀松平常的事，对某些人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十二月三号到二十四号，周一到周五。 锁定中广流行网 iRadio 线上听，拥抱希望，传出爱，空中义卖活动，邀你一起支持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暖暖食堂和行动沐浴车计划，让老西多和失能急需帮助的人们安心变老，遇见幸福。优古 <laughs> 达人鳗鱼精，提供您最简单的养生哲学，让您身暖心更暖。和你一起用爱关怀老人家和失能者，有爱不孤单。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江明钦呢。啊、呃。 王尔德啊，在《谎言的颓废》这部著作当中啊，他说了一句经典的名言：“他说，上流社会的有趣之处啊，是在于每一个人所戴的面具都不是面具背后的真实。”说的真好。那、啊、块在立法院的滚滚诸公啦，在台面上从总统以将这些达官显贵啊，看起来人模人样啊，可是做出来的事情跟他们讲的话，距离都很遥远啊。 啊，当然了，因为民主社会把许多的资讯更加公开化，所以政治人物呢，如果成就神话，可能要十年；解构神话，可能一天、十天就解构了。啊，这来得快，去得也快，确实是如此啊，确实是如此。所以你可以发现说，最近呢，蔡总统呢带着大军呢、啊，啊，希望能够从高雄再出发，要光复高雄。陈其曼认为说，要能够让高雄人重振光荣啊，他一直觉得说，他要回去高雄呢。 <noise> 有几间厝用砖仔空看起来两公两公，吾嘛、嗯、有一日我会成功倒返去阮的故乡啊！那个叶启田早期唱的啦，啊，有几间厝用砖仔空，看、啊、起来普通普通，不是两公两公啊，普通普通。但吾、嗯、嘛有一日也成功倒返去吾的故乡，但问题是。 最近你看到民进党，或者是包括以前我的同事管碧玲在内，他经常会说选民对不起高雄啊，但这两天改口了。蔡总统跟相关的人过去有类似同样的想法或者是说法啊，认为说台中人或者高雄人对不起台湾，对不起啊这个高雄对不起台中，这怎么会呢？高雄现在欠债三千多亿，你要不要说一下三千多亿跑去哪里，用去哪里？啊，留给高雄人三千多亿的负债。 那台中留给台中人这么多肺腺癌得第一名的城市，本来是一个最美丽的地方，它现在空气污染这么严重，那我们的政府难道都不需要为这些生命财产负债做出一点责任跟说明吗？啊啊，当然了，这个现在很多高雄市民或者民进党强强力打，就是啊这个。 你韩国瑜是落跑市长，还没有坐满就跑掉了，落跑市长多的是了。我现在不是说在这样做就完全没有可疑之处，陈局难道不是吗？啊，只是你做长做短而已。你难道不是任期还没有到就离开高雄？谢长宁也是，苏贞昌也是，都是了卖给啊，都是任期还没有满，假挖来矿挖挖，有机会再往上跑。高雄、台中、台北、新北都是一个跳板啊。 所以相对之下，坦白说，不论你喜不喜欢柯文哲，他做的决策是对的，他至少把任期做完了，好好的做。他的执政能力也不强。台北做了什么事情？台北现在比许多呃这个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的二线城市建设都还差，这是事实。台北现在只剩下我们的人文素养、文明程度、台湾人的人情味啊，这个比他们强而已。那、啊、剩下的嘞？ 我们的许多违建，我们的市容一样没有整治啊，它还是不好看。很多破旧的地方都没有做修理，就算是金华区的信义区、大安区，都还有很多老旧破旧的地方。你到柯文哲家附近走一圈，也一样，巷弄之间还是很多老旧地方。你如果站高点到二十层以上往下看，那个很多公寓上面的上上层啊，杂乱无章，违建许多，都是如此啊。 我们的市容哪里有漂亮？没有啊，没有啊，啊！但是至少柯文的做到一点了，诶、哎，想就一波造啊，所以从过去的苏贞昌，从新新北市跑去总统府啊，谢长廷，你可以想，you name it 啊，都有，所以起了旧背嘛，阿林走了不带劲，不郎走了没代劲，那台湾的社会就是如此啊，好、啊，讲话大声的人就赢，大声不迪卡有利了。 武力没大声，有道理不用大声，轻声细语一样可以震耳欲聋，真的。啊、所以你说选民对不起高雄，选民怎会对不起高雄？民主要进步，选民天大地大，选民最大。大摆拢是安尼啊，选民是头家，头家是头家，跟他投票一讲尔啦，投票鬼都唔是头家啊，头家是便利啊。所以我在看很多政治人物。 如果选前选后两张脸，就前面所说的这些上流政治人物所戴的面具，最有趣的地方是这个面具跟他们真实面部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就是如此啊！王尔德还说了更好笑的话：那、啊、为什么女性的政治人物特别少呢？啊，因为他戴两层面具，化妆化两次，太辛苦了啊！出门化个妆，然后呢？ 呃，到了政治舞台再弄第二个妆，太辛苦了啊！所以女性的真人物呢，比男性的少的原因，是因为化两层妆太辛苦了。这个当然有戏腻的成分在内，不过说的那个面具论，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不争的事实。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桃李民众还是要不断的自我教育，每一代每一代都要增长啊。就是对于这些政治人物所说的话，要有所保留啊。期望太高，你恐怕就会失望。 更大，但是如果在投这一票的时候，你还是要想清楚啊。有时候不是为了投一个爽字而已，爽的后遗症是很强的啊。很多事情是因为一旦一时的爽而后患无穷啊。安慰他们一时爽后患无穷，赌博一时爽后患无穷，都是如此啊。啊，这个文字在 key keyboard 键盘后面骂人家说你这个是猪啊，你是笨啊，这样算教授吗？会叫的野兽？对，如果你这样写的话，我就告你，<laughs> 我不骗你啊，你人格侮辱。 你若敢这样写，就叫总统府，你就写他嘛。你可以写总统，看看马上被抓。人跟人之间可以意见不一样，怎么可以诽谤人家呢？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啊，选民对不起高雄，这是最荒谬的事情。但是人家说啊,啊，我言语上可言语上可能有点修饰就过了。这个一敌而处，如果这句话是国民党讲的，是死无葬身之地。反过来，民进党人讲的好像是理所当然，而且不止一次。 连台中也对不起选，台中的选民也对不起台中；高雄的选民也对不起高雄。这是民进党所说的话，而国民党就是束手无策，这蛮令人惊讶的一个百年的政党啊，令人觉得说他战斗力是如此。那这个党中央在选后要怎么去走，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不振作，还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恐怕选情啊啊，目前是很悲观的，要很努力。 才有可能逆转胜，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要很努力，很努力。好，你放着不管，它不会改变，真的要没事，免行喺魔鬼潭而走，你想要摆烂，它事情就会变得更烂。好，Murphy's Law 说，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如果代志来变卖，伊绝对变卖，伊不可能变好。正我生菜龟定定拢是安尼。好，香水嘅调味。 掉威，你听得懂吗？就烧开水，它竟然也会粘锅，这么多个可能啊！那闽南语讲说，虾滚嘴而掉威，进不爱生菜龟。Murphy Murphy's Law 讲，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但。但进来做做做问题了，绝对做问题，所以你要防错，让这个事情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国民党现在选情在立总统的部分要很努力。 啊、剩一个月，不是没有机会啊！很努力，很努力啊！区立委误破地方，现在都慢慢居于下风，因为执政党很多资源下去，那部分区立委不用讲啊，就人家都挑你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几个人出来打，那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部分好像都是圣人，都没有错，这很奇怪，这很奇怪，怎么可能没有错？对呀、啊，但不是要去抹黑对方，而是你的战斗方式都异地而处嘛。 供给是最好的防御啊，对啊，很多这种议员出来选立委的，难道都没有问题吗？啊，全台全台湾的很多地方那个工业用地的个变更，你在以前赖素如因为去因为因为去因为接受人家的厂商的这个款项而去关说拿了一百万，当然底下多少钱不知道，但法院判出来说一百万就关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台北市的议员当中，难道没有这种情况吗？蓝色跟绿色。 最近都没有吗？啊、哦，那个工业用地、娱乐用地变成住宅的，科比把它合法化了。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在蓝营的议员是不用脑筋的，是不用还是不还是不用功？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跟你政党派不一样的人去做官说，而收取其他一些住户的好处。绿营的这些人难道没有吗？你要不要用心一点？啊、哦，而这些人出来选议员的。 现在看起来，哇，形象好到爆！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laughs> 我想他们应该听不到，听不到就算了啊、哦。我听得到去找，有机会就一枪毙命啊、哦！去找资料，不能只是放话，也不能只是爆料，要把资料找出来啊、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一定会有。你只要用心去把最近台北市一些情况改变重大政策及转换地方的，去访问当地的居住的重要的关系人。 如果你都不知道在哪里这选，那不要打了，输是应该的，活该了。真的，我觉得国民党这些议员、这些委员们，如果你都这么不用心、不用功，输是应该的。你看民进党怎么打你呢？那个情报收集的完整，谋定而后动，一枪毙命，见血封喉。就算不封喉，他一样的权利，权利的打你。选举可以不必这个样子，但台湾的选举就是如此啊、哦。所以要进入政治这个领域。 心脏要够强，祖宗八代要够清白。你对自己有信心没有用啊、哦？你的爸爸、祖父、曾祖父都干了啥事？你如果不清楚，想要寻家谱的话，最好的方式选举啊、哦！你的家谱丢掉没有关系，你的对手很快在几天当中帮你找齐，还告诉你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干了啥事，通通会把它做成完整记录给你。你若不记得，啊，他会提醒你；如果记性很差，对手也会告诉你。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啊，你的岳父岳母干了什么事情？对呀、啊，这就是选举，不是选当事人啊。所以我经常想说，现在总统是吴思外要选吗？每次看到他，吴思外是这一次啊，被拿出来当稻草人的啊，这个军工教的代表，污名化他就是污名化军工教啊。但是吴思外将军有这么多人要下嫁给你，你会不会觉得突然有点受宠若惊啊？ 到处听到民进党都说要下架吴思怀，你会不会吓一跳？啊，要下架给你男的下架给你，你一定不要；女的下架给你，你太太也不会允许。哦，突然间变这么红，你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哦，你自己要多努力一下。<laughs> 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怎么会把吴思怀跟万美玲、跟叶玉兰、跟齐楠扯在一起呢？这是很扯扯到爆的事啊！但是真正干得出来，在野党做不出来啊。 这个很多事情啊，薄有用，像饺子的皮，皮薄馅多，好吃。但有些事情刚好相反，要厚才有作用，像鞋子的鞋底，跟政治人物的脸皮。脸皮薄的 out，脸皮厚的留下来啊，留下来啊啊！脸皮厚的不一定是好人或者坏人啊，这政治这条路啊，有时候心脏够强才行啊。啊，像以前我就很佩服邱毅。 秋意很厉害，我们那个年代有一首歌叫《秋意上心头》，秋意现在比较少，现上心头了。秋意上心头，阿扁呢就很落寞啊。那未来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希望下周啊，这个礼拜三不是下周，下周郑老师回来跟继续各位聊啊，希望他能够接。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节目内容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收听收看。